那就是你能够为人服务，我觉得为人服务很快乐，而且跟人分享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我没有忙，没有累过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是忙，但是你只要把时间支配好，然后对这些石头每天来，我就先把这些石头先看一次，哎，再了解一下作者。所以我认识很多艺术家，多么美的事情。所以在美术里面，不只是石头，连画画、连舞蹈、动态的、静态的、视觉的，你想想看，我获得那么多，我怎么会累呢？